1902年10月24日，奥地利科学家马克思·舒舍尼发明了塑料袋。这种包装物既轻便又结实，在当时无异于一场科技革命。人们外出购物时顿感一身轻松，不需要携带任何东西，因为商店、菜场都备有免费的塑料袋。可舒舍尼做梦也没有想到，他的这项发明100年后给人类带来了环保灾难。由于塑料袋大都是用不可再生降解材料生产的，处理这些白色垃圾只能挖土填埋或者高温焚烧，这两种办法都不利于环保。据科学家测试，塑料袋埋在地里需要200年以上才能腐烂，并且严重污染土壤，而焚烧所产生的有害烟尘和有毒气体同样会造成对大气环境的污染。中国贸易新闻网的一个报告称，中国人每天使用30亿个塑料袋，其他各种塑料袋的用量每天在20亿个以上，每年必须得提炼500万吨原油来制造包装用塑料。2008年1月8日，中国国务院办公厅下发通知，从2008年6月1日起，在所有超市、商场、集贸市场等商品零售场所实行塑料购物袋有偿使用制度，一律不得免费提供塑料购物袋。但是到商场购买东西获得免费提供的塑料袋，这已经成为不少中国消费者的生活习惯。根据中国最大的新闻门户网站所做的网上调查显示，截止目前，11万人对禁止免费提供塑料袋对购物习惯影响的问题回应中，有59%认为影响较大。不方便是肯定的了，但是如果是为了环保的需要，我觉得政府如果采取一点措施强制一下也是可以的，因为只要人们自己稍微收敛，稍微就是说自己想一点办法就能解决这个问题的，就有一些不方便这是一定的。不过大部分市民也表示希望政府可以从消费者的角度考虑，找到既有利于消费者也有利于环保的好方法。接着下来为您播出康明斯动力凤凰冲击波，维维特约之小丽看世界。